29. Yes. Oh, good, very good. Oh, you look here. Here. Continue. Good, very good. Oh. Wow, big flower. Very good，你真棒。Continue flower，continue flower。Very good，very good。Ah, here I have more grass。Thousands of grass. You draw here. The grass is under the soil. Yeah. Here, grass. Here, grass. Grass. Okay, the nail. Yes. Yes. Oh. Here. Here. Oh, no, no, just the hair. The hair, all this color. So much to do. There's green also there. So much to do here. It's gonna take forever to do this. Let's finish this color, then change this color. Don't waste time. You know? 他老看他的表，他买了一个，可能妈妈给他买了个新表，还有书包，他总在看表。懂老师说的话。Very good. 他的 no no no。Here's white color. Here white color. 他的眼睛是白色的，他差点画成黄色的。Leave this part white. Yes. It's out. 你。非常棒。就是注意疏密关系就行啊，笔手底下流畅就可以，不怕画坏啊。你看，从这里到这里的一半在这里是吧？一半它在一半的那边，你看见没有？它在一半的那边是不是画错了？是吧？它在一半那边，所以它的中心应该在这里，是吧？每次要分析啊。Hello? No. Who's calling me every time? Hey, you still have call? Oh, hello, Carson. Carson, what's your name? You're done. No, I'm still working in class. You're still working? Yes. Okay. Okay. Let me talk to teacher. Okay. 他一直在看。
他一直在看表，一直看，他说谁 call 他？是，你在，他如果有兴趣的话，知道他继续可以吗？他还可以的，他还可以，他正他还在可看，以啊，那他就继续了。你跟着，如果他要 OK，那我问他要回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联络。你要跟奶奶说，你跟奶奶说话。You look at this color, find this color, painting here, golden hair, golden hair. Oh, golden. Golden hair. You like a golden color? I put golden in the middle. Oh, okay. Good. Very good.啊，就所以说你就是流畅就而已啊，只要秘密疏疏，你看这里已经大了以后，你就给它穿梭一些，给它都缩紧到这块儿，所有的你看啊，那个这个也给它提前到这里来，因为什么？这里太空了是吧？我们需要的是这里的空是吧？对，所以呢，把这些东西都压缩到这块儿，然后呢，把线画过去，然后呢，这里再出来一个，是吧？然后呢，这里再出来一个，就是让这里空就行了，好吧？Very good. Here, draw golden color. Yes, very beautiful.Golden, gol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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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en color you like. 它在它的一半你看，一半都占了这么大，它占了这么大的位置，是吧？你看中间在这里，然后呢，它这么大的位置，一个大，到时候你这么小的话，染颜色的时候就不好看了，是不是？然后呢，你看它这个花那个茎呢是这样子绕过来，然后给这个花一个很大的位置，然后呢它细一点是吧？它细一点才是花的茎，对不对？哎呀，很谦虚，很听话的宝贝。你看每个花要画大一点，你最后染颜色，把你的颜色的漂亮才能展现出来，对不对？真听话，好乖。Flower color.This one's so beautiful. 听听话的习惯啊。就是啊，按照松密关系需要的地方去添加就行了啊。要写时间和名字的。哦 ，sign your name。他等下去看球赛。啊，他要去哪里看球赛 ？Final。啊？那个女人，反正就是国际比赛啊。哦。是这个颜色一多，他就开始玩颜色了。也一根一根给他，他就好好画画。Besides the best team。准确用十字线，对，你看他的眼睛在哪，只是眼睛用这个铅笔啊，鼓起来，对，要遵守这个十字线。本来这个
总线是不给你十字线的，因为这个画太复杂了，所以给了一个十字线，还让你用了一下铅笔。你看你要用那个笔画一下就糟糕了，对不对？它是圆的，往前走啊，不再十字线，非常棒。现在用黑色，你看啊，不是勾一个黑圈，你知道吗？它的脚底下是最暗的地方，你看见没有？它这地方肿，看见没有？这地方肿，然后这地方就没有线条了，然后呢，这地方肿，对吧？一定要看它。现在不是儿童画，所以不是那个走一个圈圈啊。你看这凳子也是，看见没有？肿的地方在这里，对吧？它也有阴影的地方。它有阴影的地方纵，而这个地方就几乎没有线了，而这地方就线纵了，用面哈，黑面对衬托出来它的线条，而不是一根一根的线条啊，很棒，你这个地方的表现非常棒啊，暗的这个壁纸的花非常漂亮，这个木头呢稍微你看该纵的地方纵，看见没有？它是在有阴影的地方，你看这里光线就会到这儿，所以这里亮一点，这里就深一点。你看这里也是，它有那个面，它就纵一点，是吧？嗯。然后呢，这里纵，这里纵，对吧？所以呢，就是所有纵的地方，你看它的肚子，还有它的衣服，这地方都有一些深的地方。一强调它就凸出来。你看你现在是背景跟它都是一片，是吧？没有提出来的原因就是该加重的地方要加重。你看它不仅仅是黑色，它还有咖啡色，对吧？它的衣服的同类色，你这个同类色还没有，就是说把它应该有的层，你看这地方因为在胸部的下面它就会暗一点，对吧？然后这些衣服呢揪在一起它就要重一点，所以你再用咖啡色加强它就把它提出来了。然后呢这个绿色呢，你有几种绿色把它提出来，深的地方深下去，浅的地方给压下去，然后这两个人就提出来了，就不在画面的跟后面是一个画面，对吧？你的造型非常漂亮，现在就是要把人给提出来，把人要拽出来，跟后面拉开距离，是吧？所以就是该这一个绿色里边要用好几个绿色去把它的层次挖挖曲曲的地方给它表现出来，好吧？它衣服的皱褶的地方，你看它皱褶地方，这地方在下面，所以这地方就会深一点，是吧？然后这地方在胸的下面，你看阴影都挡住了，所以这地方都深一点。然后这胳膊呢，就这地方是这么亮以外，其他的底下都是深的，为什么呢？光线转过去了，是吧？他的胳膊是圆的，所以这地方就要加深，知道了吧？这个头巾也是，你看该勾黑线的勾黑线，然后呢绿色分几个绿色把它给压下去，就它转下去的还有包过去的后边的转过去的颜色都有点变化，这样子它整个就提出来了，明白了吧？很棒。现在就是你摆脱儿童画的过程，知道了吗？慢慢就知道那个专业的画怎么画。刚画的时候是从最深的地方，一层、两层、三层。刚才我说了，这里可能七八层。然后呢，画浅的地方可以拉进来，知道吗？所以说这是从最深处开始画，第一层在这里，第二层在这里。我刚才给你数的顺序你忘记了，你从这里开始画，这个浅色地方，你这里没画的时候永远都衬托不出来这一块，你把这头画的重啊，就这个球骨挖进去了，对不对？先有这个明暗交接线，球才能鼓起来，它才能知道是个圆的，是吧？从这最深的地方开始画啊，你看这里一层一层两层，换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呢不能画加号，知道吗？就是不能这样子画，一个角度是这样子，然后呢下一个角度稍微斜一点点，就这样子画啊。然后呢就第一层你首先是这里纵，这里纵后能把它衬托出来，是吧？衬托出来以后，这个影子呢跟它的明暗交接线差不多，所以呢这个明暗交接线跟它是第二层，知道吗？第二层画完了以后呢，第三层你可以把它拉长，为了衬托这个地方，是吧？把它衬托出来。然后明暗交接线呢画的灰面，就是这个明暗交接线已经画了，比如三层四层的时候你就要出现这个灰面了，灰面跟它的颜色差不多，是吧？然后呢就拉长出来以后呢，这里就成了七八层，这里是两层，然后呢它就慢慢的转过去，然后呢再慢慢的拉长，这里就是三层四层，这里是两层，是这样子衬托出来这个灰面的。
而不是你先从这上面开始画、嗯、知道了吗？素描是从最暗的地方一层一层，你把它分出来层次，第一深是哪里，第二深是哪里，第三深是哪里，然后呢第四的第五的，把它分出层次，这些没画之前都不能画那里，明白了吧？啊，人物给提出来，因为你主要表现的是他俩人物是吧，他俩的颜色一种起来之后就跟后面都拉开距离了，就有空间距离，明白了吧？空间距离就等于说他们后面还有空气，对吧？不是直接贴到那个画布上，对不对？嗯，你看啊，他这个头的位置，你看顶多是一个头的位置，你这个都画到哪去了是吧？然后这个手的位置是第几个头的位置，是手，然后你这个手哈，你看它是这样子下来以后这样子拐过去，你这是直直的，看见没有？而且是它这个没有超过这个眼睛的位置，所以呢你整个身子宽了许多许多，是吧？你眼睛位置可以一条线，鼻子一条线，这样的话大概确定一下，你看他的手没有超，就是头顶呢超过去一点点，对吧？他手是这样子过来的，然后呢是这样子过去的，啊，嗯，非常棒。小狗狗的颜色你要找上一套的颜色哈，这种颜色不够的话可以拿那边的颜色，那边颜色对狗的身上的颜色很涂起来比较快啊，这个颜色太细它就涂的比较慢，我去给你拿颜色好吧，画狗狗的颜色啊。这里有比较深的色，然后呢配合这些，你看最主要地方这里加一点黑色，然后呢棕色分几种哈，你看把这个亮的地方都给它留出来，留出来它的毛就是发亮的，明白了吧？你看线条不能迷了以后呢，它点和点接的地方就很重，知道吗？其实线条是两头轻中间重，它就连起来的时候上下接的时候它都不会出现一个黑点，你看你要是这样子接的话，这地方就出现一个接点，知道吗？你就是两头轻轻的这样的话，然后呢下边这个这样子，然后呢它永远都不可能出现那个黑点，知道吗？对，这里现在深度可以了，然后你就把明暗交接线给画出来，好吧？对，看准确啊，你就是学习它的走线的方法，概括的走线，把动态画出来就行。很棒，很棒的，继续，继续。你不用怕错啊，就它周围给它空一点就行，其他地方你就随便开始，好吧？你比如你先画这个，先把这个画完，这个小灯挂在这里，然后呢那些草再加过来，好吧？然后呢先把这个画了，然后再画这个上面的草，然后先画这些是吧，先在周围画，离它远一点画就行了，好不好？很棒啊，你的形非常好啊。你说你应该把这个绿色去拿上一系列的，一个一个的攻下来，好吧？你可以把这个就是它的点点里头用那个亮黄色给它点了，然后呢其他的一层一层的就分上几个四五个颜色，把它一层一层加上，你先把这个衣服给它抠出来，然后呢再把裙子拿出来一系列色，这个蓝色你找一个从深到浅一个系列色，好吧？一层一层给它画出来，你看它这里总就像明暗交接线一样，因为光是从这边打过来的，对吧？所以它这里亮，这里重，然后呢这里又有点这个周围的光反过去，所以这里浅，然后这里重，你看一个裙子你就把它一强调出来，它马上就提出来了，好吧？去拿个盒子，然后呢先画这个绿色，绿色它头上的跟这个是一个颜色是吧？所以你分上几个层次的绿色把它画出来啊，拿一个黄的亮色，
上面。看见没有？你都用直线去，一点一点的找位置。你看，你这个是这样子的，它是这样子的，对吧？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全部用直线。你看啊，这个是稍微斜一点这样子的，然后呢，这样子，你稍微量一下它的头到这里的位置，差不多是吧？对，差不多，对，这里差不多。你看，你先把这些主要的位置画完了之后，你才能画那些细节。你连这里在哪里都不知道，是吧？大概画一下，然后再用去量。你看他的腿是这样子，刚才我们确定这个位置不一定是准确的，知道吗？你再量一次第五个头在哪里，因为你这些的脸比较具体了，是吧？一、二、三、四、五，到这了，所以你的脚又到这里来了，是吧？所以不能死记的哈，你因为你现在大概脸的确定了，是吧？大小，然后呢，你再量一次，所以它就不一样。那么手的位置在哪里呢？你再量它的头位置，一。二三三个半是吧，三个半的位置，一二三三个半的位置，对，手的位置是对的。那为什么看着别扭呢？你看哈，它这里是在嘴巴的，对，在嘴巴的下面，对，这位置是对的，但是它是往这里走的，然后呢这里逐渐才能鼓起来，然后呢这个手呢是这样子过去的，是吧？对，这个手有点远，在这里你先把这各个地方的位置确定之后再画具体的手的位置，好吧？你这个腿也不一定正确，因为它呢它这个手的距离哈，手你看啊，你的手的长短也不够，它应该是在这里。然后呢，这些是这个哈，它从这里到这里是有一个关节，是吧？然后呢，它这样子，这个地方就长了，对吧？所以呢，它腿是这样子的。那么它的前面，你看啊，这里不是这样子，它是这样子的，这里高，然后呢，这里，我觉得这个位置好像高了。应该是这样子的，你看他的腿在基本上在他的从这里到这里的一半的位置，是吧？从这里到这里的一半的位置，那么他的脚就是这样子，是不是？你先把这些所有的位置都确定了以后哈，再画细节，好吧？到处都量一下比例，再检查一下，然后再去确定他的具体的线条，好吧？对，你看一点一点加深之后，他就提出来了，两个人就跟背景拉开距离了，太棒了啊！你看看什么地方重，什么地方不重啊？看，对，你看，哎，停停停，你看这里他的布纹给折了一下，是吧？这里重一点，因为他头要转过去，肯定是这块要往你趴下去，对，那块重一点，对。非常棒，嗯，慢慢就画成成人的画了，不是儿童画了，真棒。嗯，小女老鼠已经提出来了，把他们的后背景就拉开距离了，这就叫做景深，你知道吗？景的深度，知道吗？嗯。啊，后面的跟前面的拉开距离，中间有空气的呼吸的。感觉是吧，画面就伸进去了啊。
太棒了，一下子把两个人物提出来了，衣服也有了层次了，对吧？嗯。体会到了没有？啊，这就是成人的画法，慢慢的就进入状态了。你这张画就是一个里程碑的进步，摆脱儿童画了。那个女老鼠的头上一会儿也要加深啊，一加深它就跟后边脱离了，现在还是有一点跟后边模糊，是吧？嗯，很棒。哎哎哎，它是那个颜色吗？先是黑和灰色啊，你先把它身子画完，老师只是跟你说一下，你先把这个它有那个颜色吗？我觉得你先用黑色吧，黑色它的层次，你看它的层次才能拉开距离。对，轻轻的看看它的一层一层的啊。对，画画完全在动，脑子全部集中在画上，真棒，没有一点点分心，真棒。你看它的那个什么地方纵，是几个线条，不是一片片的图啊，它的毛发是留下痕迹的，对对对对，什么地方纵，什么地方轻，不要一条线，对，加纵的地方加纵，你看它头是圆的是吧，然后呢转下去的地方会纵。你看，看见没有？耳朵的这个地方纵，对吧？耳朵里边是深的，然后呢，头转过去，这地方是深的，这个地方是深的，然后呢，眼睛底下，因为这老鼠的嘴是尖的，是吧？所以这地方是深的，对吧？所以啊，把铅笔削尖了，把铅笔削尖，我给你削啊，削尖了画啊，你先染那个，先把它这个颜色再加强。你看啊，它这里还有深色，黑色啊，还有黑色笔吗？那个不行，那个圆头都不行的。我给你把这个削尖了，我把这个削尖了给你。走，先练习徒手画，赶快画吧。在树洞里头是吧？那个树洞，现在你把它的屁股画的太长了，对吧？所以呢，你把猫头鹰画到这里去，让树洞从这里长出来，好吧？嗯。对，他的脸是挖下去，然后呢鼻子是高的，然后这里你看这里有具体的边缘，看见没有？嗯，这里的具体的边缘要纵，你看他一下子就跟后边就拉开距离了，这是他的头的后边是吧？嗯，你看这里一加纵，他头就转下去了，然后呢在耳朵的这地方也纵，眼睛的上面的轮毂，你看啊，眼睛上面的轮毂在加重，还有这里在加重，它这个脸的形状就出来了，对不对？嗯。还有这地方加重，这地方耳朵这地方是伸下去的，然后呢，你看还有这地方是吧？嗯。这地方需要加重，它头转过去了是吧？头后边的。嗯，像一个球体一样它就出来，你看这里加重和后跟后面就拉开距离了是吧？ 然后你看啊，它这个地方是后背，所以这地方会重一点，那么也跟后面就拉开距离了是吧？然后这条线哈，这条线出来的时候，你看它有，因为有这个那个裙子转折的地方是吧，所以这地方深一点，这样一弄一画，你看是不是跟后边也拉开距离了？嗯，你看一下子就出来了是吧？而且这里你看它也是
线条不要是那个铁线一样啊，嗯，线条是又有变化的。你看他这衣服是从这里过来的，这样一弄是不是又出来了？嗯，对吧？他的衣服的这地方深一点，因为是暗面是吧？那个地方是看不到光线的地方，所以深一点。然后呢，裙子的皱褶的地方是没有光线，所以它会深一点，是吧？嗯。你看，因为裙子它是比较大一点，所以它有很多的皱褶。在这皱褶的周围，你再加点深色，好不好？好。再加点深的蓝色，它就更加的清晰了，跟后边就拉开距离了。你看它这里，在啊，对，你这个袜子上面是深的，这个很对啊，哎。你看这个也是因为它有皱褶嘛，是吧？嗯，所以有些地方就深了，挖进去的地方就深了。你看是不是又跟后边拉开距离了？嗯，啊，垃圾桶。哦，你看它的尾巴也是，你看尾巴上面是用红色的去勾。哦，我停，用红色的去勾。然后呢，你看深咖啡色的去勾，然后到底下用黑色的去勾，所以呢这个尾巴就凸出来了，是吧？这尾巴就不像一个是飘带一样。对对，很棒。再就是你看它这个线条啊，也是这地方稍微细一点，这地方重点，然后这里还有黑色，黑色衣服的皱褶是吧？嗯，衣服皱褶的地方都给它画一些这个黑色的线，所以跟后边也就拉开距离了啊。对，一层一层的画很好的。我再给你削一个黑色的笔。哎，看清楚啊，这个地方你看都最深的地方就强调一下，像这个地方都是很重的强调一下，还有这个角角哈，一点点，只是一点点啊，准确的画一点点就行，好吧，不能涂啊，就是一点点，你看深的地方都是一点点啊。你的悟性很高很高，一提醒一下子变一个画，真棒。又出来一个明星，我们班上又出来一个明星。你看啊，背景不要的把它擦掉，背景不要太亮，因为它会抢前面的，是吧？嗯，你看这个颜色有了是吧，这地方就是压灰一点的，因为它的后面是吧，嗯，这些颜色都不要抢前面的颜色，它一抢的话它就是整个就没有空气的感觉了，是吧？嗯，整个都成一条线了，对不对？嗯，让后边的模糊，就像说话和写文章一样，主要写的人物在前面，后面呢就不要太鲜亮，好不好？稍微淡一点啊，稍微让他们淡一点，你看都不要亮过它，好不好？好，后面的一淡呢，哎，它就推到后面去了，是吧？嗯，它跟前面，你看这里有颜色，跟这里颜色一样的话，这个就抢到前面，它就拉到一条线上去了，是吧？嗯，它就没有距离了，所以呢，后面淡一点啊，嗯，或者给上面再加上一层稍微暗的颜色，它就退后了。那这里要强调，为什么呢？要衬托他的脸出来，嗯，啊，这里稍微重一点啊，然后这画就可以结束了，是吧？啊，还有后面的小柜子，轻轻的涂上一点颜色就行了，太棒了。嗯，那我去修。不要用橡皮，知道吗？啊，然后呢，第一步呢，就是尊重这个十字线，知道吗？找位置哈，嗯，你只有这样，你才能把画面画的跟随它的
脚步是吧？然后呢，你看啊，给了一个十字线，但是呢，其他的要靠你自己去解决。那它在什么位置，你就可以再分析，从这里到这里的中间，在这里是吧？那么这里到这里的中间在这里，那你就可以确定这个巧克力就是离它一点点距离，是吧？然后呢，它的高在哪里呢？你又从这里给这里分一个中间线，是吧？这个中间线过来以后，它下去一点点，是吧？这个中间线下去一点，它就下，一个个就确定了。那么它的角在哪里呢？你又从这里到这里分一个十字线，那个中心线，好吧？那么它们的角基本上都在这条中心线上，是吧？有些下去了，有些上去了。那么就是下来的是这只角，对吧？上去的是这只角，然后呢，这只角差不多就在这条线上下了一点点，是吧？那么这高低就确定了，所以你的画就不会画到远到哪里去了，是吧？那这个面包在哪里呢？你看从这里到这里的中间在这里，对吧？在这里的话，你看在这里，那么从这里到这里的中间在这里，那么这个就出去了一点点，对吧？出去一点点，所以它是这样子的，对吧？你这个位置就确定，这里呢离这里有一点点距离，那么这里呢离这里一点点距离，对吧？然后呢它离这里的距离，对吧？你这样一看以后，你基本上就知道它大概的位置，是吧？那么中间线你看它都超过中间线，这个中间线是吧？所以它可能就在这里，对吧？那这个面包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它还没挨住这条线，是吧？然后呢，它的脚丫子比它高一点点，所以它脚丫子在这里，就这样子自己去分析，好吧？我每次都会跟你这样讲，你慢慢的就学会这样子分析了啊。现在我给你讲了大概的位置，那么你现在就是用直线去画，先不要用曲线去画，不要直接就画一个盖盖，然后呢再画一个瓶子，不要那样子画哈。先把位置还是找位置，好吧？它的位置先画一个方块，对吧？它的位置呢，就先画一个长棒棒，对吧？慢慢的去找，对了以后再具体的画，明白了吧？啊，慢慢的来啊、哦，慢慢的来，这个好长时间才能。哦，画好了，哎呦，真棒！你在拿颜色干什么？没事。把名字和时间一写，太棒了，太棒了。你再往上你写一点。今天几号？今天是12号。太棒了啊、哦！这张画画的太厉害了，刚刚一提示你就把它完成的非常的完美，太棒了。对，名字写在那里很好，名字写在门上，太棒了！这张画这次是 YouTube 的封面了啊。你回家去看 YouTube， 就是你这个画是封面啊，非常棒。走线练习开始。哎呦，太棒了！你找一个色彩画，要老师给你挑还是你自己挑？我喜欢自己挑。好的。啊，先把它画出来，轻轻的画，所有的线都轻轻的画，因为你纠错的时候容易，是吧？你看不圆的话，你再纠正，哎，是这个地方。你看不圆的话，你再纠正，是吧？这样子，对不对？对。一点一点纠正，轻轻的画啊，一定记住轻轻的画，所有的地方都轻轻的画。这个头大不大？对，是这么大。你的画要比他的大4倍，甚至6倍，是吧？所以头就是那么大。然后你看他的后背离这个里的距离，这是这条线离这里的距离，是吧？然后呢，你看它的车厢下来多少呢？这是它的那个最低的位置，是吧？就是这些东西的位置。然后呢，高也是在轮胎的1/3的地方，轮胎的1/3之地方在这里，是吧？啊，就这样的话，你再一会儿分析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的一半在这里，那他的车屁股来，他的车屁股就稍微出去一点点，对吧？他的车屁股就在这里。对，中心啊，中间在这里，他应该在这里，车屁股在这里。啊，是不是？还是围绕这个十字线去周围去造型，知道吗？你看这个小狗呢，离它的头有一点点距离，那么小狗的头就在这里了，对吧？是吧？你看这个画很难画的，对不对？然后它这个轮胎呢，你看就离狗的头又低了一点点，在它狗脖子底下，对吧？这轮胎就画到这里来了，对不对？啊，一点一点就出来。你看这个呢，它离这个脚脚呢还有一点点距离，它是这样子下来的，是吧？所以你看，你看它的中心线，看它的中心线没有到那个脚，是吧？那么你就中心线就到这里，那它就从这里开始，对吧？这样子两边一样，这样子画，是吧？那狗的头上边这个呢比它的头高，那它这个就在这里了，对不对？一点一点就找出来了，对不对？啊，好，你继续画。哎，你的位置对吗？这是哪个糖？一定现在要遵守这个十字线啊，因为你现在是临摹，你要创作的时候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去画啊。你看十字线这边一点点，十字线这边一点点，对吧？一定要尊重它，因为人家的构图是很完美的，是吧？啊，哎，不要断线，你练走线的目的就是为了直看好了，看准就不要重复的画。你看太重了，轻轻的画啊，它很饱满的，是这样子的，好不好？一条线看清楚后，一下子画过去啊，不要走那个重复的，浪费时间。实际上你还在原位置，没有改变什么，画那么多线就浪费时间。对，很好啊。对，全部集中精力画出来的就不一样了。做好了啊，你看啊，它的重心从这里下去，头和脚你看见没有，它的重心在那个脚上，这个脚是放松了，对吧？这个脚是放松的，所以这个和脚和这个对跟它不是连起来，是一条线上，就是它的重心在那个脚上，明白了吧？然后你怎么决定这个脚的位置呢？你现在量它的头，你看从这里开始，这是一个头，二三四五个半的头的位置是它这个脚的位置，是吧？所以他的头在这里。好，你看，你看，从这里，从他的下巴到头顶，对吧？从这里量，一、二，你看第二个多一点点的地方是他的手的位置。你是这样子啊？我跟你讲完了，你再动，好吧？我跟你讲完以后，你再去自己再分析再看，好吧？我先给你讲一遍，你看啊，为什么是五个半头？人站着是七个头。他为什么是五个头？他一个是放松了，对吧？另外他的头是歪的，这样子呢，他可能的那个头的比例，你看，如果是这样子量的话，就是按照这个头来量，那就是要占的是七个头，是吧？但是他这个头是歪的，咱们是以这个做比例，知道吗？不是说画的正面的它是多少个头位置哈。那么咱们就以他这个头来做比例的话，量出来他那个脚的位置是第五个头的位置，是吧？看第一，是吧？一、二、三、四、五，你看第六个头在这里，所以是五个多半，是吧？怎么啦？画完了那个，我马上过来跟你做走线啊，那个勾线。这个这是。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角度。我再给你讲，你先画头，对吧？你先把头画出来，我去给他弄完了再过来给你讲，好吧？你看头大概是这样子大的话啊，咱们以头以这么大的话，你去量第五个半头的位置。是他的脚丫子位置，好吧？你那样的手弄得不准确，拿铅笔准确的话，对，准确的量头，对，对，你看啊，这个房子全部用蓝色的去勾啊。你看，它这个不是一个魂的，看见没有？它这里从这里还断一下，对，它是一个软软的啊，对，对。这是一、二、三、四、五，五个在这里，所以五个半，对，它可能在这里。你这头也大了，知道吗？所以说还得要降小，暂时确定在这里，好吧？暂时确，因为你这个确定在这里，这只脚就掉下去了，对吧？所以我们的头哈没有那么大，过来看头。看这里，我讲到哪里，你听我讲到哪里啊？所以他的头，你看，你没有确定之前，先不要去确定他的脚的位置。那我们都是这样子平着算，你看，这样子算，这是一个，是吧？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是不是降了？这是第五个的位置，第五个，第六个的一半，一多半是他的这个脚，这下才准确了。所以他的。这个脚估计差不多这里。对，你看从这里直线下去，他们的重心，头，你看头的重心跟这个脚的重心在一起，所以呢啊，这个脚的位置这现在就确定了，好吧？那另外一只脚呢？你看比它低出去那么多，对吧？你现在就把这两条线擦掉，错误的擦掉，不然你就会忘掉。对，谢谢。把两个错误的擦掉，对对。哎呦。不要乱画啊，一只要每一就像这个铅笔画出去是黄金一样，知道吗？一笔是多少钱，好不好？你不能乱画，画的多了。这画我可以卖的吗？你怎么一说钱你就想卖呢？我就跟你说你要把这个线条啊要珍惜，不能多画，知道吗？多画就不值钱了，知道吗？啊，就是一笔一笔都准确的去画啊。你看中心线下来，这是中心线，是吧？嗯。然后呢，这个脚的位置比它低一点点，就在这里，对吧？然后你现在就画它的身子，你再看它的手在哪里，第几个头，一个头多一点点的地方是它的手的胳膊的位置，对吧？从这里到这里，那么这是第二个头，它的胳膊上线应该在这里，对吧？它胳膊在这边。对，对，轻轻的啊，轻轻的，不许画重啊。所以一，你量的是什么呀？头。你我跟你说，你拿好铅笔，你看啊，这样子，这样子手这样子，对，然后这样子上下移动是这个画，用这个铅笔做比例的啊。哎呦，手笨死了，你看，这样子，你看这样子，看这个手掐着铅笔这样子，你看，这个手就可以挪动是吧？可以缩小，可以推长，这手回对对对，是这样子，你看。这个手哈、啊，轻轻的，这样子，对，对，然后这个手卡到这里，看，看，这样卡到这里，然后一到这里，是吧？然后你再竖看，我的手这比它小啊，给你这个长的，你看啊，然后呢，再看它这个手离脸的距离，看见没有？在脸的外面是吧？是不是、啊？它的胸。跟脸也出去了一点点，对吧？你看，是吧？所以呢，出去一点点，他的胸在这里，对吧？他的手呢，再出去一点，就在这里，你就画成直线，懂了吧？啊，然后你看他的胳膊这么粗，对吧？大概这么粗，你就先用直线去画。那么这个拐弯，这个弯胳膊拐弯的地方在哪里呢？你看，在眼睛往这边第二个眼睛的地方，你看他眼睛在这里。对吧？他这个脚脚就在这里了，对吧？所以他胳膊在这里。对，他胳膊的内拐弯在这里，然后外拐弯就在这里了，是不是？是不是？然后帽子你看出来那么多，离头发出去那么多，对吧？帽子就在这里，对不对？
然后帽子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然后呢，你看这里在哪里呢？第几个头的位置再去量，找这个位置，还有这个位置，然后你再画这个腿的形状，好不好？好。嗯，慢慢来啊，这张是挑战了又一个极限啊，就是你不可能的，你不可能的一个进展，所以试一下你啊，试一下。你相信不相信，在状态的时候画画，效率有多高，对不对？收获有多大，这就是你收获的黄金，知道吗？你说你分析那会儿划算不划算？太棒了啊！这不用问，啥都知道怎么画了。你今天没往厕所跑的不错了，这男的在这磨蹭呢，得是是不是？这凳子在扭到哪去了？这个极限你今天挑战不过去，咱们就降回去了啊。好吧。尽量的努力啊！这是速写，你跟我说这叫什么？速写。啊，速写，这是练基本功最最重要的一步。你把这个天天能练了，你就画老师那些画，就慢慢的都就能了，你就能解决了，好吧？如果你进展不了这一步，那咱退回去再继续按照原来的进行，好不好？好。不要往厕所躲了，听见没有？好。对啊，你俩今天都在状态啊，今天都在状态啊，就是一个颗粒一个颗粒不一样的啊，要画一样了就是没有动脑筋，这样画得很好啊，非常棒。对呀、啊，你一努力就是高水平的。你先画总体的形状好不好？你这样永远画下去，脚都是掉下去的。哦。你看啊，他的腿在这里，我们刚才规定这个脚是在这里，所以你不能超过这里，知道吗？你先总体的画直线，你看他的脚这里是斜的，对吧？然后呢，这里是这样子的，然后你看，他的根在后面，然后他的腿是这么细，你要是那样的话，永远都画不出来。要用直线去画，知道吗？看这个也是，你现在一个线条一个线条的画，最后画的都一个练一个练一个就练长了，你知道吗？你限制它，知道吗？你限制它。刚才我们把说的是这个脚在这里，对吧？你不能超过这里，所以你先用直线去画，先用去直线去画，然后呢一个环套一个环的去把它限制到那个地方，然后你看这个脚它只能是这样子。你先以直线把它的总体形状画出来，它的脚后跟就在这里，对吧？它只能在这里，所以呢，你每一个线条只能限制在这里边画，而不是说每一个线条接一个线条接一个线条，就是那一个弯加一个弯加下去，你不知道加到哪里去了，加成个巨人了，对不对？你看，你只要一用心。你要用心，然后呢，每一笔像黄金一样往出付出，就像你口袋的黄金往出付出，少画，少乱画，明白了吗？你这刚才赔本多少，你把多少都扔出去了，对不对？就要珍惜你的每一笔，知道吗？一条线过去，跟你说这一笔是多少黄金，现在呢，给你那这个笔里边这全都是黄金，你画出一点等于是你扔了些黄金，你知道吗？明白吗？就这样子的意思啊，少画几笔，准确的画，听见没有？他画这个他说像他姐姐，那就不画眼镜了呗，是吧？眼镜还难画呢，就照着那个画就行，好吧？
这个速写哈、啊、是很高水平的，你送给姐姐呢。那个、是儿童的吗？这个是大人的画，不是儿童的画。这叫速写。哦。速写已经是进入创作阶段的前阵了。哎。很厉害吧？慢慢的都可以画的啊。我觉得就是看像小时候他的啊，那就好啊，你能画的像。好的，那爸爸还没来你怎么不画呢？已经完了。好的、嗯、好啊。这个哈，我们把线往上移了，所以呢你这里就是这里，知道了吧、嗯、啊，所以你看啊，从这里到这里的一半在中间是这里，对吧？嗯，那这里是哪里呢？对，是这里。然后呢这里哈，这里是他的眉毛的地方、嗯、是吧？所以你看啊，他的眉毛是他的眼睛一半在这边，一个在这边，是吧？一个在这边，所以这个位置就确定了，是吧？嗯。然后呢他的头，你看他的额头就在这里了，对吧？然后你一点一点就找出来他的位置，你看这里到这里的中间是吧，是不是他的嘴的那个下巴的最低位置，是不是、啊哦、他的头很大。嗯、哦、他的头，你看他的眉毛在这里，他的他的眼睛在这里，是吧？啊、哦、啊，那然后他的下巴就到这里了，对不对？啊，这就好找了，是吧？你看他的腰在哪里呢？从这进去，从这进去以后他在这里，对不对？啊，所以你慢慢就可以找到他位置，是吧？然后他的一脚呢跑到陷到这边来了，对吧？啊，然后它的尾巴你看离这个线的距离就在这里，所以它的尾巴的高处在这里。那它这个长短在哪里？你看从这里到这里的一半在这里，是吧？一半在这里，它的尾巴就一半的位置。然后呢它的尾巴的位置在这里，你看它的脚呢就在这里，对吧？是不是？这是那个，这墙在哪里呢？你看从这里到这里的中间在这里，是吧？啊，中间在这里，那墙在哪里？对对对，然后你看你用铅笔再这样子量，你看从这里到这里那也是墙的位置，是吧？到这里也是墙的位置，到这里也是墙的位置，那么你把这个画下来就是那个墙的位置，是不是？然后他的脚在哪里？你看这个脚在哪里呢？跟胳膊是齐的，是吧？你看他的脸在这里，那他的胳膊呢稍微比下巴再深一点点，那他的胳膊就在这里，他的胳膊在这里，对吧？他的手你看跟眼睛在一个位置，嗯，你看他这个手的位置在眼睛这个位置高度，是吧？那另外一只手呢在头的上面，你看他的头的上面在这里，他那一只手就在这里，对吧？高度在这里，是吧？等你把脸画完之后呢，然后把他的手一画，他的墙，这墙就在这里，是吧？墙在这里，是不是？嗯，知道了吧？怎么画？然后这个乌鸦怎么画呢？你就在这里画，它基本上站在这个位置，这么大的位置，是吧？翅膀还有脚，是不是？好了，开始吧。懂了吗？不懂再问啊。就是每次我都给你这么讲，你慢慢的就会造型了，就知道造型的原因，那个就是方法，全用直线去画啊。先不要画具体的脚、鞋带啊，什么都不要画。先把每个位置找到啊，你这个差不多了是吧？哦，这个再有些密一点，这个再密一点，你看有些地方密，你看这地方密是吧？嗯，把这地方画密了。画脸了，老师。只是啊，你现在画脸了。这瘦子画好。哎呦，画的不错哎，嗯，你看他这个线条是，你轻轻的啊，今天做好了，你做好了，把那个调整好了，做好了，这个。你这个动作能画好吗？给它调整好了。哎呦，我呀，你妈呀！这个要认认真真的画，要不然不像你姐姐，你怎么送礼物啊？是吧？你看，来，我跟你说怎么画。来，我刚才给你把位置讲了，你知道了吧？哈，那么你看啊，这些所有动，你看这个耳朵，你看就这样子直线画，先把它位置大概确定一下，好吧？这个脸也是用直线去画，你看直线去画。先把这个位置确定，然后你现在就画手画胳膊，知道吗？胳膊的位置刚才都说了在这里，是吧？
那么这个手的位置在这里，对吧？你看它离头的位置在哪里，用方块一代替就行了。哦，知道吗？啊，一点一点用这个直线去画，轻轻的啊，不要画圆线，画直线啊。那芭蕾舞现在是什么呀？啊？芭蕾舞？谁？芭蕾舞。啊？那芭蕾舞。你说慢一点，你说那么快我听不见。跳舞啊，跳舞那个没来。嗯。我妈妈4:49。你要记得第一层一定要密一点，知道吗？要不然像针扎的一样，扎了很多刺儿在上面，对不对？要密一点啊，像绣的花一样，针要细一点。你看这一个离距离这么远怎么能行呢？它一个挨一个的意义，知道吗？要不然你看那像是扔了些针刺儿一样的，是不是？是困了才画成这样子了。嗯，那咋办呢？那弄个床睡觉吧。No。 你看你看要这样子才行啊，给，要密密的啊。嗯。你不画那个乌鸦吗？不要。乌鸦说你掉下去了，把它吓得眼睛都朝下看。哇，爬那么高了。不要。不要画。你是觉得很难画是吧？嗯。那你不挑战难度怎么能进步呢？有一个旁边的参照物才好看啊。好吧，下功夫画一下好不好？嗯，不要。我太累了。嗯，这个狐狸已经够难画的了啊。好的，你就把它画好好了。还有裤子呀、啊，还有它鞋带啊什么的。嗯。所以赶紧画完啊！十分钟，妈妈来之前把它画完了。画不完了怎么办？啊？画不完了怎么办？能画完的，就剩下两片叶子了，加紧啊！每个花都不一样，是吧？你喜欢这样子？也，我们两个不好看。好的。你是个好色的家伙，懂吗 ？No。No？ 不是啊。No。你的颜色非常漂亮，不是吗？你每次画的都是颜色非常漂亮，走线不好，不喜欢走线，是吧？嗯。那你不好色啊？好色就是喜欢色彩。Yeah。 啊，这就对了，是吧？我不喜欢那个。不喜欢那个。我现在是基本功啊，你没有这个基本功，你怎么画画啊？喂。嗯。不要呀。密一点啊，密，靠近，靠近，靠近，对，靠近，对，对，对，转笔，对，非常棒。耶，画完了。马上还有几分钟，你看画完了对吧？加油！那棕笔要不要蓝色 ？No， 一定要是 orange。Yes。好的，那你那个蓝色的心画成什么颜色啊？跟这个画法一样画，这个红的也是找它的内容画。OK。嗯，还不够吧？这个叶子，你刚才的黄色呢？扔进去了。对啊，就是。这个很重很重，画的重一点啊。对对对，你看这才是花儿。对，好，然后再重一点啊，中间是那个深色星星，再画完就下课了。 no, no, no。 还有两分钟，还有一分钟把那个蓝色画完。来了吧，你看。哎呀，这么准时，不是他在抠着时间画画呢，这个、剩下这个星儿。今天他挺累的。找到。先去。找到了。明天生日 party。是啊。找到了。他说他困得不行了。嗯。明天这个画。